来看详细内容。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也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纪念日。中国各地通过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胜利属于人民美术作品展，重庆大轰炸、黄河颂、地道战、延安的火炬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抗日战争美术史。展览分为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胜利之光三部分，展出作品80多件。两位亲历抗战的画家颇受人关注，他们是98岁的版画国画大师厉群和93岁的画家王琦。王琦带来了他1944年创作的版画作品《当难民车停下来的时候》。当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人呢在桂林大举进攻，桂林就疏散，疏散了很多难民逃到重庆来，大批的难民往重庆拥挤，所以我那时候在重庆那个车站上创作了这么一组。我们是从抗战经过来的，深知当时战争的苦难。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举行的大型图片和实物展每天吸引近1万名游客，许多游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纷纷赶来重温历史，缅怀民族先烈的丰功伟绩。今天啊，来参观这个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那我重温了1938年爆发的那次震惊中外的战役。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山东枣庄，600多名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铁道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园，向铁道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举行了默哀活动。2号，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在位于莫斯科的卫国战争纪念馆联合举行活动，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参加当天纪念活动的各界代表总共有160多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俄联邦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利涅夫大将和俄老兵代表也在会议上分别讲话，认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为苏联人民在欧洲战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号也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座谈会和招待会。英国二战老兵以及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等各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表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这场胜利不仅赢得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解放，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一些当年曾经参加过二战的英国老兵在讲话中重温了中英两国在对日浴血奋战中结下的友谊，并且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民族抵御对敌侵略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9月18号，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和沈阳城，并在短短4个月内侵占整个东北地区。918事变成为这场战争的序幕。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了华北事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1937年7月7号，日本以制造卢沟桥事件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在1937年9月开始第二次正式合作，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局迅速形成。从1937年的77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抗日战场的战略防御阶段。当时由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进攻，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国共产党则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随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1年至1943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中国军民发明出各种战法，让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泥潭。1945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中国战场也进入到对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号，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9号，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22次大会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主力。中国军民的一次次英勇抗击，把中国大地变成了反抗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个铁血战场，一个个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1937年9月中旬，日本调遣关东军一个兵团向雁门关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关东军会师雁门关，由此向南攻占太原，进而占领华北五省。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挽救山西危局，八路军在雁北平型关设伏，阻击来犯的日军。1937年9月下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根据平型关一带地形险要的特点，确定了一个拦头、斩腰、断尾的作战部署。9月25号上午，当日军全部进入115师设伏地域时，三路部队同时发起攻击，日军很快被压迫到老爷庙至小寨村的峡谷之中。日军派出飞机掩护，企图集中兵力突围，而装备与之相差甚远的八路军官兵冲出阵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终一举歼灭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1938年，日军沿津浦铁路从南北两端夹击徐州，企图连贯南北战场，加速灭亡中国。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日军夹击徐州的首征之地。1938年3月，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在台儿庄地区运用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与日军拼死战斗。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许多官兵英勇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全部被歼灭。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0000多人，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1939年11月，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部队在河北省黄土岭地区与日军展开一场较量，共歼灭日军900多人，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圭秀，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本最高将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形式帮助着当时正在全民抗战的中国。在武汉解放公园里埋葬着15位来自异国的飞行员，他们是在1938年对日空战中英勇牺牲的苏联志愿航空兵。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后，武汉三镇又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面对日军肆无忌惮的轰炸，一支由447人组成的苏联志愿航空兵加入到对日空战中。空战中，中苏空军取得了多次胜利，但也有很多苏联志愿人员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一位美国空军退役上尉陈纳德率领一支名叫飞虎队的美国航空队来到中国，协助进行抗战。1941年，当日军10架轰炸机来到昆明进行轰炸时，10几架机头上画着鲨鱼的美制战斗机出现在他们面前。猛烈的炮火中，10架日机只有1架侥幸逃脱。为了将外援战备物资空运到中国，飞虎队还开辟了被称为驼峰航线的空中线路。这条航线途经海拔200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恶劣的天气、变化无常的气流和撞山的危险，使得这条航线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许多飞虎队的队员在那段绵延险峻的群山中以身殉职。
截止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和炸毁敌机2600架，击沉击毁敌舰44艘，击毙敌军6万多人，运送外援战备物资近70万吨，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来自世界各国的许多人士都以不同的形式援助着正在全民抗战的中国。这其中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有美国记者斯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等。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而言，抗日的记忆是刻在他们心底里一辈子的烙印。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两位已经90多岁的抗战老兵的故事。今年91岁的李长宽是东北军重机枪连的一名排长。抗日战争爆发时，李长宽所在的部队与日军板垣师团遭遇与日军隔着几十米宽的永定河交战。就敌人做立棍的时候开始了，我们也是384，我也就歪把子，一个连9挺轻机枪，这样的话的火力集中极了，就开始射击。战斗结束之后，李长宽在冀中平原上破路拆城打伏击，与装备先进的日军展开周旋。今年92岁的王青松，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团长杨守道的卫士。1938年3月到4月，王青松在台儿庄坚守40多天，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4月4号，500多人和日军拼杀了一夜，到天亮清点人数，最后只剩下57人。就是今日还有人杀命令，手上不腿叫青山万卷，不能腿变成啥，变成干尸队。当时包括担架兵、炊事兵与轻伤的前线士兵组成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在短短一个小时内一举夺回被日军侵占的街道。王青松在这场战役中被炮弹震得双耳失聪，如今每当回忆起血战台儿庄的惨烈情景时，王青松依然慷慨激昂。云鹤不舍东南流，台儿庄誓死见机油，分水的迷茫西进民族修，完成先烈为今日，思想大捷保国策。8年抗战，中国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走过65年，留给今天的又有什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出本台特约评论员周庆安做及时点评。你好，庆安。你好，尹芳。从前面的片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参与过当年战斗的老兵，现在都已经是超过80-90岁的高龄了。那么战争留给他们的是终生的记忆。但是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如今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我们，已经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那么如果有一天连这些老兵也不在了，历史留给年轻人的还有什么呢？秦安，你说得很对啊。刚才那段片子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这些老兵们都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尊重啊，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历史才注定把胜利留给了今天的中国。但是呢，当我们回溯抗日战争8年的这个血雨腥风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哪怕是80后、90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历史留给他们的不应当仅仅是胜利，还有那些付出，还有8年抗日战争的苦难，这些苦难也是整个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段岁月当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我们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亡，我们有超过亿计的物资和这个财产的损失。这些损失在后来的很多历史过程当中虽然被反复的提及啊，但是其实对于后下一代甚至是更年轻的一代来说，并没有那种苦难的记忆。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如果有一天老兵们在逐渐的离开我们，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传承这个历史的方式其实还有很多种，比如说今天大家都看到的很多关于战争的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如果真实的反映那段战争的这种艰辛，那段战争的慷慨，其实还会给我们的年轻一代留下深刻的这个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啊，我们反对战争的这种历史理念啊，仍然有非常明确的时代性。虽然我们的这个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刚刚在8月份刚刚结束的在中东地区的一场战争，我们看到
到在我们的周边地区还存在着这种边境的冲突，还存在着这种这个阿富汗战场的这种反恐的这样的一些战争，所以这种战争的阴影呢始终在整个世界的头上并没有完全挥之而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回过头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这个历史片段，我们来回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过程，我觉得这些历史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和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有非常强的时代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在你看来，庆安，对于历史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对于历史最好的纪念方式是一种常态化的纪念，因为常态化的纪念才能让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铭记那段战争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啊，战争纪念本来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公民教育，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我们的抗日战争，没有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这种独立解放。所以回过头来看到中华民族的这种成熟和强大，我们会由衷的相信啊，这种成熟和强大是在不断的反抗外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回过头来说，除了在65周年这样的重要的日子里我们纪念战争之外，在平时我们应当加大对于包括战争遗迹在内的，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这些历史遗存的这个修建保留，对于这些历史遗迹如何更好的开放，如何举办更多的活动来吸引今天的年轻人啊。另一方面，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在影视作品、在文化媒体、在各种各样的渠道当中，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法不断地去告诉大家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些记忆，甚至把一些重要的内容进入我们的教育领域，进入我们的课本，进入我们的教育环节，让大家在各种故事当中，让大家在各种对历史的片段的回忆和组接当中去重新重温那段历史，去加强我们今天的公民教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战争最好的一种纪念和对于战争最好的一种传承啊。好，非常感谢周庆安先生的及时点评，谢谢。中方要求菲方彻查香港游客菲律宾遭劫持事件，并且尽快通报有关情况。巴基斯坦特大洪灾死亡人数升至1710人，灾区疫情堪忧，超过50万人急性腹泻。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